佳佳小姐，请你接受我的求婚，嫁给我吧！嘿啦，嫂啊，我们豹哥哦，想真久才想到求婚这步呢，你竟然答应伊啦！哦，青黑豹，你即摆是咧求婚还是咧选举啊？我跟你讲哦，我今日哦叫个宣传车，卖个话，啊老婆，我歹插你哦。这位看起来这么漂亮的小姐，哪会去介意到这位怀面的啊？虽然讲哦，伊虽虽歹看面啦，一条长啊长较短，啊，不过伊是真用心的对我好，敢袂用的。你无听人讲美女配野兽？小眼豹。哟。这边哦，是第二遍查甫人跟我求婚。所以我问你，你敢真正要跟我做伙一世人？你的心内干那只有我，袂当看别个查某。我甲关老爷照抓，我的眼内吼只有刘佳佳一个，绝对无其他查某的。好啦，我愿意。你愿意？甲配合我。起来啦！哎呀，你玩闹不？我的卡麻。来，多谢大家哦！今天替我们朋友求婚哈，大家吃一个糖啊，沾沾喜气。多谢。恁太太伫我的手里，准备好5000万，我会再甲你讲交钱方式，会记你唔准报警。事情我能帮不了，我拜托你，紧甲黄雪琴娶到。不管恁想要对伊安怎，拢无要紧，上好是让伊永远拢莫回来。雪琴，在这里安心啊去，我是绝对袂付这个钱甲你赎得回来。你就好好做咯，就当作你爱我，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。当初恰恰我去刷卡，伊也无要求伊，我讲我，伊甲因爸爸为楼梯送落去，我讲因妈妈伫个地下室被影子被阴险的时阵，伊爸婆也无去，这拢是高俊生做好代志。想袂到顶下个情况这么凶哦，伊唔难呢。伊对陈晨的亲生妈妈，都在跟我谈恋爱的代志。陈晨的亲生妈妈，这是安怎啊？这代志你无需要了解。我了准高俊生，只是对外口的人粗残，想袂到，伊嘛无咧管我的死活。二姐要补两点。家己放伫行李箱内底，靠世纪咖啡厅等消息。已经过一天了，等过明仔载了后，我就会当永远脱离雪清，自由啊！明姐，我只要要回去看这个笨手碟陛下吗？我唔相信，伊无管我的死活。你先莫遐尼冲动，咱先详细想看卖咧，再看要安怎做啦。